今天是来跟阿仔道别的，因为我签证到期了，我明天就回中国了。哎，萨巴迪，那个香蕉拿去给他们吃吧。啊，香蕉，今天没买什么东西啊。嘿，小阿仔。说真的，要离开了还有点舍不得他们。本来说带这个小朋友去中国帮他做这个兔唇手术，我前前后后也算是费了不少心思，但是阿仔说这边也能做，而且也是免费，那就更好啊，更好。我也希望能这样，免得跑来跑去舟车劳顿。哎呀，谢谢，你们吃啊，你们吃嘛啊。阿仔，你确定你弟弟在芒塞可以做这个兔唇手术哈？确定可以哈？好，那就好哈，那就好。阿仔，怎么不穿衣服？行。给他们吃，给小孩吃，我不用了，给他们吃啊。来这边，差不多跟阿仔认识了20天吧，签证到期了，明天真的要回国了。下一次不知道来得成来不成啊？如果有缘的话，我希望再来到这里。其实，在国内很少看到这种景象，真的很少，这么多小孩子。我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，我从来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，叫我怎么去做，叫我做什么。马自达曾经说过啊，他只需要世界上2%的人认可，而我也说，我只需要1%的人懂我。因为我明天要去中国了，我签证到期了。我也谈不上说给你工资什么的，你也帮我这么多忙啊，这里面是1000块钱，就是人民币换的，给你的。给我。给你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哈，你也别嫌少哈。因为我。你回中国了，我想你嘛。我也会想你啊，你拿去给小孩子他们买点吃的啊，给你老婆买点吃的。你老婆怀孕了，对你老婆好一点啊。阿姨，我明天就回中国了啊。有机会再来看望你们啊。这里我带你，带我去掏蜂蜜啊。可以吗？好，行啊，那走之前带我去掏支蜂蜜，可以。拿给你家小孩子啊！今天阿仔带我去搞蜂蜜哈，前两天说好的，但是今天才去。他现在在收拾东西，等下我们直接去山上开搞，锄头挖土，菜刀用来劈柴。他那个锄头松掉了，等一下把那把刀把劈断了，就阿弥陀佛了。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啊，这远不远？啊，远啊。原骑摩托车吗？骑不好了。骑不好。一点好了吗？哦，一点好了。那就走路了。我有一个把板扣，我看我管住1天25万。哪里啊？朗勃拉邦。对吗？1天25万。那就是和人民币100块钱差不多。这边的工资比较低。做什么事情啊？不是中国就是一天500万了啊，中国1天500万，
样的。中国的话一天50万左右差不多，你们这边待遇低一点，25万差不多啊。这国内的话200块钱一天嘛，蓝工嘛，在这边的话就是100块钱一天，已经算是很高的了。那做什么事情啊？干什么活？管猪。嗯？管猪。管猪？嗯。喂猪啊？嗯，是。哦，就是喂猪。25万一天。今天来到这里橡树林子里面哈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橡树的橡胶是怎么来的啊。这个就是橡树，像割松油一样一路割下来，每天割一刀啊，然后那个胶就留在这里面啊。底下一个碗接着，每棵树底下都是这样子。这里有吗？有一棵大吧。这就有了。哦。这才刚出家门啊，家从那里出来就发现了。这边资源真好，大吗？大，我看一下有多大。这里呢？那，咱们没有摸。哎，那一点点嘛。哪个太小了。太小了。嗯。太小了，不搞嘛。搞吗？一点点。哦，大吗？嗯，它就这边的那个小挂蜜躲在这个树丛子里面，它是小蜜蜂。我讲找到个好不好？我点火啊！今天不点火吗？大哥，我们看就好了。看他们弄，拿一把菜刀在这里砍树。有蜜蜂来了吗？嗯。我掉下来这么啥？直接把树砍了。威猛！哦，这大吧？哦，掉下来了。哎，啊！喂，喂，烧火嘛？哦，那样能用。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来。熏它一下，不就熏一下就走了。不要，啊，我让你不要。好，拿桶过来。我让你坐在木木头上。这个蜜在那里，这是小蜜蜂。来，坐。你才白的啊，白的，这个白的。哇，是蛮大的哦，是好大，好大。来，我去帮忙。哇，在流淌啊！哎，全部流掉了，拿桶过来。哦，砍断了，砍断了。砍断了，威猛啊，这么猛，哎，直接干，我也被扎了，哟。
兄弟们，危险操作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哇！喂！拿这里吧。哇，大嘛！哦，这里是不是？嗯，这全是糖在这个棍子上面。走嘛。去吧。好，拿桶装先。这糖全部流掉了，等一下。等啊，等我找去。好了。他送我的了。这个漂亮。还有吗？那是什么？这里是妈妈爸爸嘛。放在里面，放里面嘛。拿刀把它刮下来嘛。把这个棍子上面的刮下来。割下来。这里是生蚝飞。去吧。点啥吃？这不让，这不让，再加个。再刮干净一点嘛。白刀白工刀。这里还有糖，这里。这里割下这一点，把这一点割下来。那咱就别摆一个，还没摆呀哈。别摆，别摆，别摆。那里还有个。走啊走啊，这个没东西装啊。那东，我们刚才什么东西都在用那了，那就在用了。我们在啃那个棍子。停。把这里。原来阿寨就是这样找蜂蜜的。他就在这路上看，这里瞧一瞧，那里瞧一瞧。这边资源是真好。他们这边的山路太陡了，爬一下爬得我气喘吁吁的。还有多远啊？到了？不多了。好了，到目的地了。这个山又是被火烧过的。
没有了，被人挖掉了，挖掉了，下手晚了。好，这一个土包还是老爷道呀，这里我来看，我不要，我走了。嗯，两个，一个这里，一个这里，这里还没有。哦，被人搞掉了。嗯，哦，就昨天搞掉的。嗯，是在这个土里面，这土里面的好搞吗？把蜜收回去嘛，把这个蜜蜂收回家养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还有好多蜜蜂在这里面。我来看，我不养，不要，我走了嘛。还有没有？不是我，有一个在那里。很远不？是。那算了吧，不搞吧。不搞了嘛。走吧，回家吧。这里好高了。嗯，有这里就够了啊，回家吧。这个蜜蜂你敢不敢抓回家呀？能够吗？两窝蜂蜜被人掏走了，来晚了。谁掏的，知不知道？哎呦。嗯。不是，那里要了吗？你知不知道是谁掏的？估计你也不知道，那算了，这个命中无有莫强求，今天有这么多也够了，做人不要太贪了，回家。啊，再说这个糖给我弄了带回去，我说给这边的小孩吃，他说今天小孩子也可以吃，明天小孩子也有的吃，啊。我不要了，给小孩子吃，他们干旱停水了，太渴了。哦吼，小孩子，那吃。那个蜜咋用的真的吃，那洗手，还去洗手，洗手再抓着吃。那边小孩弄弄起来啊，我觉得到这里好吗？谢谢，你们留着自己吃吧。有个几斤糖，还可以。干嘛？带我吃饭。带你去吃饭？嗯。你走不走？你也带我去是吧？嗯。哪里吃啊？那里。那下面。嗯。吃什么饭？看这里啊。一样到这里吗？过生日啊？嗯，是吗？是过生日还是娶老婆？嗯，不是找老婆吗？不是找老婆，过生日，带我去吃饭。可以，我跟你去。